好了，现在已经下午的6点多了，我们去接狗，然后多姐在家给我们做饭吃，然后我们出发。当当当当，我们要出发，前往接3个小毛孩。哎呀，3个毛孩，4个人接。注意加清洗。我手机快没电了。哎，这里后面还有一个 USB 充电。肥嘟嘟，拿线了。生活馆，拿线了。我靠，怎么拿两块电池了？你还系个安全带后边。啊，对对。你这么不放心肉哥的驾驶技术吗？他叫宠物生活馆，这不是，这是安全意识。这个现在是去接，现在才弄的。哎，好，到了。好了，我们到这儿了。这个鸡还在上面。他不是要这个什么中药味的东西吗？要几个？这个要。我要一个。3个。3个，去哪里？4个。4个。嗯。这个勺是哪个？小的是我的。卡兹，哎，卡兹。哎，那俩那么和谐的关到一起了。太惨了。笑烂了，这小毛毛关在一起了。别动耳朵大点好看，配小圆头。我这个手指头上这个棍子出来了，帽子怎么出来？帽子啊！哎呦呦！腰你的，腰你的，要走啊！对，要带你走，带你走啊！等一下，我给你绑上，别动。是一起算吗？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牙膏这个套子找一下。有小玩具。有这个。还有这个，你们这是探险去了还是？这个对小秋来说有点大，感觉比他头还大。没事，最小的了。我这个小脑袋，耳朵剪小了。这个可以吗？小尖耳朵，它是取了。大威指数这个透皮这个。您那是169。啊？一共是169。哪个？这个不是您的吗？啊，这我的。啊，对了，就这个洗澡美容加啥？低的。来，小爸爸。它是洗澡美容多少钱？136。136。啊。小型犬。对，再拿一瓶这个。对。然后多少钱？这个25。这个多少钱一个呢？28。洗个澡刚才玩具是33。你们这是干啥？这是直播呀？197。放哪里？咱们
后他刚才那个多少钱你加了吗？加了，你要不还是放在什么？加一个十五。哎，阿挺没在呢。阿挺在看车。阿挺开吧。咋的了？他们都抱狗。我帮你抱着不就好了呗？啊，你帮我抱着吧。来来来，要不要你啊？要不要也得要了。不可能，浪浪不是谁都能抱。太了解了。啊，还倒回去。这家伙把仙儿耳朵剪没了吧？你没跟他说要留那个什么熊耳朵吗？对啊。找他麻烦。也可以。要不要这样？他好不挺好看的吗？嗯。反正一点耳朵都没了，光剩个头了。经常都是这样，米罗也是，一剪这个整的有时候不好，这个有时候还凑合。我们就歇了会儿吧。你不是出去拍视频的吗？一路在车上坐，你拍的啥呀？拍的在车上。我操！绑起来，绑起来，绑起来，往左边。主要是车上干什么？拍这个。哎呀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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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都慌了！哎呀哎呀哎呀，上，一路在车上坐。哎呀，我们回来了，都回来喽。现在知道自己火了吧？出去被别人欺负。拉的还有点稀，哎，能节约一张，我节约一张，节约一张，我就怕这个，你们没开吗？你不是锁着门了吗？没锁呀。回来喽，香儿，我们回来喽。是不是回来了吗？没有搬桌子。没有锁呀，我不知道哎，那胡哥说锁了，我就没弄。好说，说啥吃的呢？炒几个小菜，继续。过来过来，浪浪，别在那坐了，过来过去。小香儿，哎呀，有来多了，瘦了一斤了。小香儿，我们那个灯是没电了是吧？他坚持没电了。哎，浪浪没剃毛吗？剃了吗？嗯，哎，也瘦了一圈，他身上没动呢，是吧？嗯，160、170了。这么小的狗去，说实话，按东莞的行价就不算贵。你要按贵阳的，还给你打个对折了吗？主要这是西双版纳呀。啥情况？吃不了饭了，今天晚上。他那个锅不看盖，这个东西啊，你这个东西卡梗着了呀，锁还没卡，对啊，安全锁还没开呢呀，对，不是，你先要解气吧，我靠，蒸太多了，顶着了，安全是整个堵，反住多了，顶着了，堵在那个地方，小心，哎，小心，别动，水喝完没？耳朵呢？你耳朵呢？他给你剪的真丑，把嘴的形状没剪出来。这是咋剪的？这发型，这不剪了个猴脸吗？对，这是个猴。人家底下不是一圈都剪掉的吗？就一猴，就一猴子。看看，你看，真成了形。这不剪了个猴脸吗？我操，小猴脸，外号悟空。没有，人家嘴一圈都是剪断的，他不剪断。嗯，还连着。猴子，晚上你给他剪小猴子，我不行，就这样吧，小猴子就小猴子吧。嗯，这狗剪头发跟人剪一样，一剪不好就只能期盼下一次了。哼哼，再长长了再剪吧。像塞拉这种就不存在剪不剪，我直接给他剪，不需要剪。塞拉，大狗那个公狗叫剪，公狗毛长，亲一个。
还要亲一个啊，塞拉乖，刚才凶你。今天的晚餐，洋葱炒肉。哎呀，这个是芹菜炒肉，包菜炒肉，啥啥炒肉，红萝卜炒肉，多大厨？那个，反正今天来，放那边去。任所有东西炒肉，各种炒肉，各种炒肉，对，各种炒肉今天。就把那个我们捆的那些肉都炒完了是吧？嗯，好像还有吧，我都还没炒完。你那个鱼啥时候吃啊？今天蒸米饭蒸多了，爆了，这个锅蒸爆了，蒸的开不开盖了，经常爆的。没事，只要熟就行，白鑫。你这个你爆了，万一没熟那是很尴尬的。我还整天我们的那个灯就来了，什么灯？来拿碗。来给我来个少一点，我像没冰过一样的，只是从正常的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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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啊，还有一个人没成，我忘记了。我们三个精神状态都不太好，要多吃点饭。对，补补。哎，怎么样？总感觉恍恍惚惚。没见过。总感觉恍恍惚惚。江湖人称毛娃。坐在成都。哎呦我靠！时间合适。哎，你们没在傣族园啊？坐这边来了。没在傣族园是吧？没了，没在那边。嗯。是说点啥呢？吃点肉吧，一起。这个啊，嗯，老头老太太多。炒饭，炒饭的话米就蒸干一点嘛。对，就是颗颗米嘛，就好吃。我这才第一次来版纳呢。哦。我们家也。